这口罩洗了还能用吗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来，口罩洗过还能用吗？你说还能用吗？啊？不能了吧？爹在这儿晒晒，爹在这儿晒晒。昨天一个阿姨在微博上给爹留话，爹一般不看，说酸奶放在门卫那儿了，爹现在去看看，如果要有咱们就要，如果没有就不要了啊。哎，早上清醒那会儿我发微博完全就靠我醒了之后清醒那一会儿的感觉。来，去哪儿了？爹不是跟你去拿看酸奶，来，喂，靠边，爹拴你了。你看我一说靠边，他就特懂话，他不到马路牙子下边来走，而且他从来走马路的右边。他就听懂我的话，听懂我的话跟教育有关。每天我叨逼叨跟他说了9年了，而且他种好，苏联红军的种。他爸是陈之健，总参丙一局局长，重庆警备副司令。他爷爷是陈赓，黄埔17救过蒋介石。他们家引进的西伯利亚雪橇犬跟街上的那些破狗不一样，纯种。我这么说话有人就不懂。我昨天吧发了一个，昨天是5月7号还是5月8号，我发了一个悲剧。悲剧我说的不是悲的呢，我讲的是道理。任何一个故事都是道理，如果没有道理光讲故事那就瞎扯了。我说我最讨厌给我带节奏，偏偏有那种傻猫老来给我带节奏，把我原本的通过故事讲的道理给我废了。比如挑我 University 还是 Universal 还是 Universe， 我道理都讲到这儿了，就是要淡化那些每一个词之间的区别，强调他们的词根。你给我这挑错，我觉得你破坏了我讲故事的节奏。来，哎，快！不利于我讲的故事的展开和大家的理解，我就把它删了。删了，他就又把自己写在那儿，还说给我纠错。我又删了，他还给我纠错。我一般不愿意别人在我讲故事的时候提问题。来。来。哦，跟你玩呢，他就喜欢玩。那个保安和那个睡眼惺忪那小姐，我赶快躲过去了，我这狗子就没眼色，快点躲开人家，人家保安该上班了，人家那儿之前做的准备。结果他，你要再这样给我捣乱我讲课，我就给你拉黑了啊。一而再再而三的，另外我一看你那地方河南鹤壁，你在的那空间就说明你一直没有机会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而且你那儿的人古代都是，就有一个养鹤的一个什么国君后来死了，就那个地儿吧。你呢跟其他
你虽然是鹤，腿长比我高，但是你还不如我这鸭子呢。啊啊，哎，我昨天有一个人给我送牛奶、酸奶，说给一个什么人放在这儿了。昨天不是我们的班儿。哦。昨天有一个人给我留的送的酸奶，晚上我没来取。姓什么呀？我等会儿我看啊，在我微博里边，他留了一个那个人的手机号。那给你说，姓什么？啊，等会儿，01 07。我这个。有两箱啊。是吧？等会儿我看看，你等会儿，我。看完是酸奶吗？他说酸，那不是酸奶。不是酸奶，等会儿啊，我不认识人，等会儿我到这，我得找一会儿，我都姓什么我都忘，我这你我粉丝有394万，这么说的，南科医院保安牛师傅，那上哪儿去？不是。没有，有个牛师傅的手机。啊，不是，他不会去那儿。那是南科医院。南科医院门口，你们这儿的保安。这个姓赵了吧？这是个。啊，姓赵的，对。哎、有吗？有。哦。你看，以后别老给我瞎送东西，给我添乱。哎。人家说不是这个保安，是哪？啊，在，我不知道，我问他呢。两箱的，一箱是不是？您拿着那个是干嘛的？我这个，这是摄像机，我把它给记下来。我跟这人说，我来取播了，我取了没取着，我都要告他一声。你看那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几个，我都不知道。那就是，那应该是，是吧？几箱啊你？啊？没说箱数。他不可能这个说，你们说几箱就几箱，你给我打开一下。就是因为那个钟南山说这个奶好，老编也给我送这个，来。院士一说好，老百姓全买这个。